贝利亚把一个巨大的病毒从悬崖上推了下去，病毒从高空掉到海滩上，塞罗迪加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病毒已经开始释放烟雾。片刻过后，奥特曼们都被完全的石化了。哈哈哈，本大爷成功了，塞罗被我打败了，连小塞罗、小迪加全都被病毒石化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贝利亚想象的，巨大的奥特病毒他已经装上了车，只要他到达海边的悬崖上把病毒投下去，他就能实现他的诡计。奥特曼们会被石化吗？要给赛罗他们加油的就评论奥特曼加油。贝利亚开着卡车拖着奥特病毒前往海边，而此时的赛罗等人还在海边晒太阳度假，完全不知道危险马上就要来了。贝利亚心情十分的好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大病毒我投下去，奥特曼们全都石化了，耶耶。小朋友们怎么办啊？怎样才能阻止贝利亚呀？那就给他扣狗头吧，让狗头从天上掉下来，把他砸个底儿朝天吧。贝利亚正在高兴，突然地面一阵晃动，天上一大堆的狗头哗啦啦的像下雨一样的掉了下来。贝利亚被吓了一大跳，猛打方向盘，车子直接撞向了正好来迎接他们的怪兽们。怪兽们被撞得人仰马翻，最要命的是车子不但翻了，关键病毒好像被触发了，毒烟已经开始蔓延。贝利亚刚爬出车子，还没来得及跑就被石化了。几只怪兽反而没事，因为这病毒只对奥特曼起作用。贝利亚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啊，碰到一群热心的爱哭狗头的小朋友，直接就被狗头打败了。评论贝利亚活该，让他天天倒大霉吧。小朋友们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谢谢大家拯救了我们。小赛罗、小迪迦，大家一起来感谢一下吧。耶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，谢谢你们。